两好球，两坏球，一垒上有快腿盗垒王花花张镇伟。这个球走了，捕手接球之后传二垒，二垒这个补位的游击手并没有把球接在手套里面。花花张镇伟今年球季第27次的盗垒成功，不过打者这边是被三振出局。这个球送出去，刚刚传出去之后，感到一开始位置是有对，但最后面位置是稍微短了一点啊。张镇伟，张镇伟今天也有一次盗垒嘛，27次就差了20次喽。挥棒落空，打击的王胜伟遭到了三振的出局。所以以廖文的投球姿势来讲，是不是高压的投球方式？速球其实是很有违禁，尤其是当他速球是介于这种胸口，跟刚一开始位置基本上蹲的就蛮开的，被好力垮掉。内角球来了，结果就三振掉了黄世豪，确实如同球评郑吉教练所分析的。不过在3局的下半，兄弟象队是靠着张志豪的长打、周思杰推进以及彭振明的高飞先打，攻下了1分，取得2-1领先。张镇伟两好三坏的反球数，结果是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呢。虽然兄弟象队攻占上3垒，但是这个半局无功而返，目前依旧是2-1，有着1分的领先。